财经界四大天王都在股票王，请上网搜寻股票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股票王啊，我是 Michael 洪老师。哇，今天呢、哦、第一件事情你知道吗？最近啊热死啊，我一直在跟你说明这件事情，你有没有发现 Michael 老师又是怎么样预告在前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、哦、电脑，好、哦、来看电脑，你看哦，第一件事，你看彰化昨晚怎么样？晚间停电，民众怎么样？要热昏了啊！热、哦、昏了，彰化市民啊，都快搞彰化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还有吗？有啊，你看新竹换新竹了，新竹关西也停电，哇，2397户停电啊！哦，快讯，你看再来还有谁？哦，又停电，桃园大溪也停电，两万多户啊！哇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、啊，哇，都是快讯，还有谁？又快讯，内湖。哇，内湖你看下班一片漆黑，650户停电，台电紧急抢修。哇、哦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啊？快讯，每天都在快讯的、啊。还有一个快讯很重，今天还有一个快讯啊。Michael 老师出门的时候啊，家里地下室哇、哦、也一片漆黑。哇，你看，所以我跟你报告哈、哦，最近台电的用电啊、哦、真的是很大，用电创新高啊。哦，你看来台电今天。好、哦，今天尖峰用电负载多少？4050万什么千瓦哦？哦，这个要会念哦，千瓦哦，4050万，史上的什么第四高，万千瓦哇！你看不得了啊，不得了啊！但是啊，你不要等什么同学啊，你不要等到用电量创新高，你才去注意到那些股票，对不对？哪一些股票会涨？哪一些股票会喷？Michael 老师有没有提早告诉你？早就跟你报告过了。哦，来，请导播帮我播一下 VCR。变天概念股，你不要等到七八月。哦，你不能说，哎、欸，老师啊，最近虽然有点热，但是好像最近也在下雨啊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会下大雨哦。哎、欸，不能这样讲哦。你不要等到真的变天，天气好热的时候，你再来想到这件事，那太慢了。为什么？我要告诉你，你看什么意思？早买什么？早买早享受。有没有看到 Michael 老师有没有提早告诉你？有没有提早告诉你？告诉你不要等变天了，你才去注意这些股票啊！到七八月暑假会怎么样？热翻了，你才去买这些股票，是不是太慢了？ Michael 老师早在6月19号提醒你什么？提醒你这几个字啊！啊，早买怎么样？早买早享受，早买早享受。Michael 老师有没有早就提醒你这些事情了？啊，6月19号的时候 ，Michael 老师在跟你讲说，哎、欸，那时候还在下雨哦，哦，还在下雨，天气还凉凉的哦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，Michael 老师又领先怎么样？提早布局，赞，鼓掌，真的要拍拍手鼓掌啊！哦，你看，你看 Michael 老师的节目，对不对？告诉你哪些股票注意之后，你看最近几天，你是不是又怎么样？又享受到了这些大行情，大行情，哦，真的是大行情啊！最近在涨什么股票啊？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在涨什么股票？来。你看这几只啊，我提醒过你几次了，红通通，今天红通通爽翻天，不止今天啊，这几天都怎么样？红通通。你有没有发现 Michael 老师在做股票啊？啊，跟一般电视上那么多老叔在做股票有什么不一样啊？领先布局，你才可以怎么样？早买怎么样？早享受啊。你有没有早进去买，你才可以怎么样？才早享受啊，对不对？同学啊，你看到这个节目，你不觉得应该要再鼓鼓掌吗？真的要给 Michael 老师一个掌声啊，是不是？好啦，没关系啦、哦、如果你今天啊、哦、错过了上次节目，你今天要仔细看好了、哦、你要仔细看好，等一下我给你一些股票、哦、你就要特别注意啊、哦、但是我跟你报告哦，七八月会怎么样？会更热，对不对？哦、尖峰用电刚刚只是创史上第四高，你认为尖峰用电是今年最高了吗？哎，应该还会再更高哦，对不对？哦，现在已经到前三、前四名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和山要除役了嘛，你们也知道了。哦，所以重电股 ，Michael 老师跟你提醒过了，重中之什么？之重，重中之重。哦，那你说老师啊，那现在什么替代能源啊？有什么替代能源？哦，那你注意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比如说什么水啊，对不对？风力啊，太阳能啊，
对不对？哦，那你想一下，麦宝老师上次跟你讲什么啊？有一些股票哦，有一些股票你不一定要买这么贵的，还记得吗？哦，来，你上次做过节目的，我今天再帮你稍微整理一下。哦，你今天要仔细看好了，来，这些股票啊，这些股票，重电能源的股票在这里。重电能源股票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哦 ，Michael 老师上次还跟你说什么？你看里面其中有一只什么股票，你自己知道吧 ？Michael 老师已经讲过，就不再讲了。讲什么？我要告诉你啊，有一只股票啊，哦，只要华城的什么三分之一的价格，对不对？只要华城三分之一的价格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股价也不贵，哦，股价也不贵。然后呢，还发了41年的股利，还做什么液冷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还告诉你说他台湾、美国要怎么样怎么样。哦，你知道那一只股票啊？哇，又继续飙啊，又继续飙、啊。老师，我忘记了，你没看到哦？谁叫你不仔细注意好 Michael 老师的节目？哦，来了，你自己扫啦，好不好？你扫赖，扫赖进来哦。有空我再跟你讲哦。但我的意思是什么？我的意思说，重电概念股哦，你现在布局到底是早还是晚？还是你要学 Michael 老师啊？在六月多的时候，我干给你看过 VCR 了，对不对？你可不可以领先布局啊？这个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子玩啊。怎么玩？你如果比人家早一点，甚至你有好的工具，知道买卖点，那你是不是整个都全部都具备的条件下，你就容易赚到钱嘛？对不对？哦、所以重电概念股的重中之重，哦、除了华城之外，还有哪一支？上次不是讲过了吗？啊，我再比给你看一次啊！啊，再比给你看一次啊！再比给你看一次啊！你这几支股票，我都告诉你原因了、啊，你有没有再跟上去啊？哦，那老师除了重电之外啊，还有什么东西要注意啊？哦、我现在跟你报告一些事情、哦、举例哦，注意哦，还有一个族群你要特别注意，什么族群？太阳能族群，太阳能族群。你说为什么？第一个、哦、我跟你报告、哦、因为中美贸易的关系，你们也知道吗 ？Michael 老师之前也讲过了，中美贸易战的关系、哦、最主要是苛征什么？关税，关税。哎，其实跟太阳能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啊、哦、因为很多台湾的厂商会有什么效应，知道吗？转单的效应，哦，转单的效应，好，这第一个，好，第二个，辉达，辉达知道吧？辉达Michael老师也讲很多次了，对不对？国际大厂纷纷到台湾来干嘛？设厂，对不对？没有台湾哪有辉达？哦，台湾人要引以为傲。那既然这些国际大厂要到台湾来怎么样设厂？好，问你什么用什么需求会增加？电嘛，哎，那些 AI 的电都是很耗电的，吃电怪兽啊，对不对？好。这种用电增加的话，绿能的需求就会怎么样？就会增加，对不对？这你也懂。好，现在问题来咯，国际大厂，国际大厂，哎，不是小公司啊，国际这些大厂，我跟你讲，他们都有什么？有品牌的包袱，对吧？哦，你像很多大厂，像麦当劳啊、星巴克啊、像辉达大多了，这些大厂有品牌的包袱，什么意思？他们用的电要是什么？一定要什么干净的电，对吧？哎、欸，你不可能说叫他们用什么，每天都用那火力发电，那边烧烧烧烧烧，他们都会想要这个国家可以用什么，用干净的电。好，现在来喽。以前大家觉得哈、哦，太阳能怎么样，可能很贵，可能很贵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但是我今天呢、哦，我手上有一份资料，好、哦，我手上有一份资料，这份资料哈、哦，其实是来自于谁？来自于台电呐、啊，来自台电。那老师你怎么有？好、哦，因为我有朋友在里面，在台电上班呐、啊，好、哦，他提供了一些内部的资料给我看，好、哦，当然因为这个。公开的场合我不方便提供给你看了、啊哦、在我手机里面，在我手机里面，那我简单快速跟你报告一下，他提供了什么资料？发电的什么成本？好、哦，你们大概有个概念就好。发电的成本，你知道吗？目前台电啊，台电啊，自行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啊，大概多少钱？知道吗？4块，好、哦，大概4块哦。好、哦，那购入太阳能的电的成本多少钱？5块。5块、哦、那如果火力发电，我看你查一下、哦、火力发电的话呢，哈、哦，烧煤、燃气大概都多少？3块、哦，大概3块左右、哦，可是燃油怎么样？不低哦，燃油要多少？7块、哦，燃油要7块。好，这些数据你听一听，你有什么感觉？你会发现太阳能其实贵不贵？哎，其实不贵哦，其实不贵哦。哦，你每天在你哎，你我问你啊，你要每天烧燃气，然后烧油，然后烧燃油煤，你要每天烧，那都烧你的肺啊！你认为我这些国际大厂用电怪兽，每天在烧这些，然后影响到台湾人的肺吗？他一定会被骂嘛，所以他可能会要求我们要使用什么太阳能啊？那太阳能的能源，哎，现在台电我内部的消息出来，好像发电也不贵啊，哎，也才4块左右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各大厂的太阳能的需求，太阳需求直接可能会反映在哪里？股价上，再讲一次哦，太阳能的需求可能会直接反映在哪里？股价上，
哦，那你说老师啊，那有什么玄机呢？哦，这个重点很多玄机就在里面哦，你就要仔细听好了哦。你看哦，这些股票我刚刚只比了左边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哎，右边也要注意哦。好、哦，右边也要注意哦。你看哦，右边很多是什么？太阳能的什么概念股？太阳能的概念股。好、哦，你看哦，这些股票，这些股票，好、哦，有很多地方要注意的。好、哦，有很多地方要注意的。好、哦，比如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注意看哦，有一个什么？这边还有一个永威投控，哦，永威投控，哎，老师啊，哎，永威投控是做能源的吗？永威投控是做能源的吗？哦，来，我跟你讲哦，哈、哦，我偷偷跟你讲，哦，你卖给别人讲好不好？哦，你若给别人讲，我就不跟你讲啊，哈、哦，来，这个永威投控哈、哦，其实我跟你讲，它有持股是什么啊？深威能源，哦，深威能源，你说老师，深威能源有什么了不起？哦，哎，啊，永威投控没有说、啊、持有深威能源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跟你讲啊，他的老板啊。老板姓什么？姓郭，姓郭，谁啊？郭台强，郭台强。哎，怎么这个名字有点熟悉？我之前跟你报告过另外一家也是一样哦。他的老板姓郭，郭台强。重点是谁？他有个哥哥叫什么？郭台什么？郭台铭。哦，你帮我联想一件事情哦。我刚刚讲什么？辉达要来台湾设厂，要用什么干净的能源，对不对？好，干净的能源，永威投控持股了永生能源，对不对？郭台强。郭台铭这两个你也知道了嘛，对不对？郭台强、郭台铭、鸿海啊 ，NVIDIA 啊、哦，辉达、太阳能、辉达设厂，哎，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有没有关系啊？绿能有没有关系？哇、哦，我不要讲太多了，好不好？你自己想想有没有关系哦，老师啊，啊，这样我听懂了，我听懂了。哎，老师，你知道为什么不早一点讲明白啊？你早一点跟我讲，我就知道啦、啊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我早就跟你讲明白了。好、哦，我早就跟你讲明白了，讲什么明白啊？其实同学啊，你有参加我们股票网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很简单嘛，我告诉你了，软体很好用，软体很好用。好、哦，你看像这些股票，这些股票太阳能的概念股，太阳能概念股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你如果这几天啊有在注意的话，我们工具上来，球上达人来，有没有出现什么讯号？买进讯号，今天怎么样？涨停板。同学啊，你看到这种优秀的表现，这种优秀表现你不用鼓鼓掌吗？买进讯号在一二三四天前，四天前出现买进讯号，今天怎么样？涨停板，其实昨天好像也涨停板，两只啊，两只啊，太阳能，哦，来，再来这一只，你看，这只股票安吉，来买进讯号三天前出现买进讯号，三天前出现买，今天怎么样？涨停板，38元出现买进讯号，现在多少？42。两三天赚4块钱，你要不要玩？你要不要玩？啊？还有什么？天方能源，天方能源，哇，天方更不得了啊！天方能源买进讯号在这里，买进讯号26元，一路红，你一路爆，一路说，哎，你想想看哦，这边整理了那么久，这边整理了那么久都没有人发现，都没有人发现，力道 K 线早就怎么样？早就发现了，因为它怎么样？一直偷偷告诉你，你就是红，你就是红，你就是爆，你耐心等，耐心等。等到最后它会怎样喷出去？哇！现在多少钱呢？50元啊，26喷到50元，这样是几倍的利润？2倍。哦，你看你这边随便丢100万下去好不好？这边200万出来了，其实还没出来，还有机会再喷哦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国硕，国硕，你看国硕买进讯号出来17元，啊、哦，到多少？现在27元，今天又怎么样？涨停板。一路怎么样？一路红，你一路爆，一路红，你一路爆。太阳能是不是每次都很贵？不会啊，便宜的股票啊，17块的股票你买得起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说老师，你刚刚不是说很简单吗？有工具，你也不用想太多，对不对？有工具你就照着讯号做。哦，那我刚刚跟你讲了，永威，哦，郭台铭、郭台强，对不对？辉达，哦 ，NVIDIA， 太阳能、绿能，对不对？哦，同学啊。你老师啊，你早一点告诉我，有啊，软体早就告诉你了，好、哦，那我可不可以讲明白一点呢、啊？讲明白一点呢、啊？有啊，我们股票网还有什么群组啊，对不对？哦、你知道吗？我们股票网有特殊的群组啊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是我们的粉丝家族群组，我们告诉你的，哦，那超级明白，你再看不清楚，我真的没办法。来，你看群组说什么？群组说什么？我们前两天在买哪一只？前几天在买哪一只？6869的什么云豹能源？6869的云豹能源，就前几天才告诉你，赶快啊，赶快啊，云豹能源要喷出去，要喷出去啦，要喷出去，你为什么不赶快，赶快来呢？结果你发生什么事知道吗？你是我们群组的粉丝啊，你知道多幸福吗？来，
群组到今天来讲，你看云豹能源，云豹能源在这边的时候强烈建议你，在这边的时候强烈建议你赶快买，对不对？几天了，一天两天三天，砰砰砰，三天啊，连续喷几天，连续喷三天啊，前天叫大家买进的强者就是强，不止喷出涨停锁死啊，涨停锁死啊，啊！你要玩短线的，你要冲这种拼快的，我是不是搞就告诉你云豹能源了，对不对？来，群组的同学们，电视上那么多同学们，你们很多是我们家族成员，对不对？群组，你看到群组了，是不是该给自己干嘛？鼓鼓掌，赞啊，赞啊，真的是赞啊！哦，你说老师就这样子吗？啊，这样子吗？还有吗？有啊！你看，再来，你看天方能源，天方能源30家天方能源继续喷出。继续喷出，你看哦，这什么时候叫你买的？礼拜一叫你买的，礼拜一叫你买，你自己回去查，对不对？今天礼拜几？礼拜四，礼拜一叫你买的，礼拜一叫你买，今天礼拜四，天天喷，礼拜一叫你买的，一二三四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天天喷？有没有喷喷喷喷喷喷啊？这几只，光这几只啊，哈，你看哦，这边大概是39元，39元，这边50元。39到50元，39到50元，你这边已经多少？11元啊！你这个报酬率可不可怕？可不可怕？同学啊，啊，我还要讲什么？我还要讲什么？你自己有软体，自己打开来看啊。Michael 老师是不是在这几天做能源股做的怎么样？哈哈哈，爽到不行啊！真的爽到不行啊！够明白了吧？这样还不明白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帮助你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是我们粉丝家族，你才有办法享受到什么群组的好东西啊，群组的好东西啊。哦，老师啊，那我没有时间看群组，对不对？我还可不可以更明白？可不可以更明白？有啊，我有告诉你更明白的方法。哦，我说了，你该玩就去玩，你把一只手机带好，怎么样叫更明白？你就收我的什么？收我的简讯也可以啊，收我的简讯拿来，收我的简讯，来，我告诉你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会发简讯给你。假设你要更明白，你想要 VIP， 对不对？来，建议股号6442光盛买在哪里？146。哈，5月2号几点几分买？我都会跟你讲，在开盘就叫你买了。啊，买哪里？146，146买在这里。146，今天到最高点的哈，最几天344了，146到344有没有两倍？28，哇，快三倍了呢，对不对？你就收什么？收简讯啊，收简讯够清楚了吧？收简讯够清楚。那当然很多功课 ，Michael 老师会帮你做好。这光盛、细光子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直播 Michael 老师也讲过，你有看 FB 直播，也看到 Michael 老师在讲哦，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成为什么 CoWoS 低轨道卫星收发光收发模组的什么直接受惠，年收营收大幅成长，早就叫你进场了嘛，你就收我的简讯就好了嘛，你何必想太多，对不对？那你老师啊，我不要买贵的，我有没有便宜的？有啊，我不是有教过你的吗？哦，我给你的简讯不是每一只都贵的啊。来，这一只你看，讯州，讯州，我告诉你，来在哪里？5月13号，哦，5月13号，我就叫你买哪里？买17元，买17元在这边，17元，我现在已经喷到多少了？30元了，还在赚啊！17元到30元，这样已经多少？已经两倍的正报酬嘞！已经两倍正报酬啊！你要做什么事情？你什么事都不用做，你就把手机带着收好我简讯就好了。哦，很多辛苦的东西 ，AI 热潮、年营收涨，这我帮你研究好，你不要想太多。我只告诉你5个字：便宜也有好货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有啊，我都讲过。哎，这我哪几次的？你自己看，你看这个，你不要小看哦。你看这样子好像，哦，老师这样两倍，好像哎。不是有一年不赚好几倍的？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你把它年报酬率算出来，这不到两个月的年报酬率换算起来是640几%呢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来，我告诉你啦，今年什么年？龙年吗？龙年，我告诉你啦，对不对？哦，孕前检测嘛，孕前检测，训练基因，我不是也跟你讲过了吗？我会跟你讲简讯，几月几号买？买哪里？买59，对不对？现在109了啦，同学啊，买59109，现在已经正报酬又多少了？两倍了啦，两倍了啦，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了不起，两倍没什么了不起，很了不起啊！你把它换算成年报酬率600多%，短短2个月的时间，你看年报酬率600多%，就干什么动作？就做什么事情？收我的简讯而已啊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对不对？你想回想一下 ，Michael 老师从开始到现在讲了什么？啊，我是不是都领先布局 ？VCI 也给你看了，群组也给你看了，工具也给你看了，简讯也给你看了。你还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你就是要两个字啦，探底啦，
对吧？公白就是这样嘛，公白就是这样嘛，谁可以带你领先布局，然后领先挣报酬几倍几倍这样在玩的 Michael 老师啊，啊怎么找到 Michael 老师？很简单啦、啊，看广告，你赶快等一下我进广告，你花个三十秒认真看广告，把 Michael 老师找到，赶快把 Michael 老师拿回去、哦、你就可以产生这个简讯的报酬、哦、我是洪老师，我们先看广告。高鑫投顾十五年首创人工智慧 AI 选股，交大电机博士郑琦双分析师洪老师，全台最爱帮会员赚钱的老师，全台座谈会场场爆满，人人都爱高鑫，加入高鑫坐与高鑫，电话手机啊，请卡免费电话0800-666-666财经界四大天王都在股票王，请上网搜寻股票王。同学啊，今天的行情啊，你觉得好不好做啊？上去下来，上去下来，对不对？哦，来，今天怎么做？来看一看。来，今天一开始开低，开低。老师啊，你开低每次我都被骗，对不对？每次开低乱空，我就怎么样被嘎上去。今天开低，我干脆先怎么样？先做多。哇，做多怎么样？做多就下去了，下去了怎么办？哦，还在往下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做多做多，结果赔钱的赔钱的，干脆我这边改什么单？改空改空单好了。既然他要下来的，对不对？哇，什么开盘三法下去了嘛，就改多单，哎，改空单，空单结果嘞，哇，又上去被嘎，空下来，哇，又被嘎，哎，我不信邪，对不对？这可能只是短暂的什么回光返照，继续空，继续空，再往上跑，再空。老师，我有钱，我今天再空，哎，大盘跌那么重，今天只是怎么样？上面套牢卖压很重嘛，对不对？弹上来都是要给你什么跑命跑解套的，对不对？逃命的结果嘞，哦，好像有机会哦，好像有机会，我空对了，空对了，干脆怎么样 ？M 头形成加码，加码，结果嘞，哇，上去，然后嘞，哇，一路上去了。同学啊，今天的行情长这样，今天的行情长这样，你怎么做啊？你怎么做啊？你没有好的东西，你怎么做？今天怎么做？根本不用想太多啊！啊，今天怎么做？看工具做就好啦。我教过你很多次了，工具长这样，对不对？很简单，你上面先空一次，再来做多，做多上去，好，空小赚一点没关系啦，做多，做多上去，这边做多上去，多多上去，你知道多可怕吗？啊，这边我买多多少？22668，好，随便上去好不好？随便上去，这边22800。好、哦，随随便便拿、啊、这边130点左右，好、哦，就看这一段哦，就看这个红状啊，这样我就可以下班了吧？真的下班，我赚20000块够不够？正报酬1200元嘛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可不可以20000块把它收起来？一天20000够你吃穿了吧？你要买什么东西没有？是不是？哦，所以同学啊，一天两万，一天两万就好，一个交一个月有几天？20天。你这样做一天两万，20天、22天，一个月40-50万，够不够你？够不够你用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所以股票王带给你的东西真的是好康的啊。好、哦，群主我刚才讲过了，最近我们在做的能源股群主，对不对？哎，群主是什么？群主是所有粉丝家族都看得到，公平公正验开公开的，你自己软体打开你看得到。群主，你看我们怎么做？群主。对不对？天方能源，我告诉你，礼拜一买下去就是礼拜一买的，这几天喷喷喷喷喷。喷喷喷喷喷，这4天就够你了吧？对不对？老师，我懒惰，我连群主都不想看。那很简单，你直接收简讯好不好？收简讯，我告诉你嘛，哪边简讯哪边进哪边出，一清二楚嘛。然后功课我会帮你做好，对不对？细光子你不懂，没关系，我先帮你卡位卡好，你管他，你后面再来懂，你先把钱赚起来，后面再来懂。简讯收好，怎么找到我？怎么收到简讯？哦、不要想太多，直接看广告、哦、我是麦克洪老师，花个30秒、1分钟看广告，马上找到我。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
股市深耕15年，好评不断，场场爆满。交大电机博士、股票期货金牌分析师、选股达人高鑫投顾洪老师，要加薪就要选高鑫，即刻加入高鑫投顾，立刻手机拨打免费客服专线0800-600-666，0800-600-666。